什么都是 SHY 的，镜中圣女到底是啥？还没听过，读，我读了。就这个电台，它所有的主题就是读弹幕，你们给我发什么，我读什么，争取做到一条不漏。哎，现在应该也不会漏了。诱人的直播标题，对的，就是读弹幕，点点点点点点，六个点。诱人，为什么？哎，对，为什么是诱人？我高蔚然是笨蛋，读吧。我觉得不太可能。晚饭吃了什么呀？吃的食堂啊。我不是笨蛋。我重申一下上面那个问题，我不是笨蛋。啊，这首歌，我不喜欢这首歌，换一个。Why has BJ？ 因为是读标题啊，因为是读标题啊。我的直播主题是什么？这个，红红的害羞脸。乱码是个小畜生，对，这条弹幕是这样的，乱码是个小畜生，不可能每条都读的。我是北方人，我不是南方人，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说不可能每条都读的。我好喜欢小鲸鱼，好的吧。高然素颜真好看，对的，不对，读弹幕，是读弹幕。晚上好，我是新饭，好。问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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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复制个绕口令，然后发现字数多了，可以复制个小的吗？爱丽玄学电台开始了，不是，这是一个读弹幕的电台，好的吧，这么勉强，拜拜。我没有啊，没有，吃饱了啊，还行啊。我觉得这好吵，可以申请点歌吗？不太行，因为我这个吧，我就比较那个什么，歌一定得是我喜欢的，我开电台才会有心情。刘奶奶的榴莲牛角包怎么啦？这个我读得了啊。郭总快加工资，气气。不行不行，郭总说不行，他不给我加工资。哦，钻石呐喊前面居然是这个调吗？不好听，再换一个。我要听化作樱花树，不了，我自己放就好，好吧。吃饭了吗？吃了。有蒸羊羔、蒸猪，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啊，好多我都没吃过。红鲤鱼、绿鲤鱼、驴，你骗人，还辱骂小偶像，拜拜。哇，你这人好大胆，居然给我发这种弹幕。给我写个报菜名，我会不会读饿了？不会，我吃过饭了。和小北说了，小粉说阿北可爱，哈哈哈。阿北表示开心，我天天说他好看。我是你的剩饭，两年前就关注啊啊啊啊！两年前我还没出道呢。啊呜、哦，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那个是晾肉吗？香肠、什锦酥盘儿。这些我大部分都没吃过，谁辱骂粉丝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看来两年后的粉丝穿越来了，好吧，晚安，再见。哎，好难过，都不愿意来听我电台。偶像，你平时听相声是吗？不啊，我不听，现场捕捉一枚假粉。基本都是北京菜，哈哈哈哈哈哈哈。报菜名可以吧，我特意找的，可是好多我都没有吃过。我在听啊，我知道你在听啊。饕餮，希望下次握手你别坐新宝旁边了，不然不敢去握你了。我其实不太喜欢浪的粉丝，你犯新宝你就安心犯新宝呗，这样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浪来浪去，两个小偶像都不讨喜欢呢？是吧，对吧？所以就一心一意比较好。好多听着就不好吃，大鱼大肉的不健康。好吧，我不浪的，哈哈，这叫脚踏两条船。哇，你们都玩的这么开的吗？你就两个推啊，好巧，我也两个推，我也只有两个推。为什么都是钻石呐喊？哦，我不小心弄的是单曲循环。哎，化作樱花树正好随机播放下首《化作樱花树》。
艾丽昨天都教育我们了，浪也要浪别的分团的，哈哈，浪室友是不行的。对的，我都一次喜欢好多偶像，哎，那你太浪了。主题读弹幕是啥子哟？就是现在啊，就是你们发弹幕我读，这就是这次的主题。嗯，因为我想不起来我电台要什么主题了。晚上好，我一个团喜欢两个偶像，这样也挺好的呀。小高两个推肾够用吗？我一向是只给首推投钱，给二推干活那种。嗯，暖心艾丽，不，我现在是脑子太笨了，我没有办法想 MC 话题。艾丽换背景了耶，这是艾丽，对，这是我的微博头像啊，真好。我同学说他最喜欢的人是你，是你还是你，我真的好喜欢你这个吗？话中有话是超好听的，对，原来你电台还有主题的吗？啊，对啊，就是别有的电台有主题，然后现在这个电台就懒得想主题，就读弹幕了。高蔚然，你是古村巨君吗？不是，我是夜蝶的时候入的坑。艾丽还是只剩20块，现在连20块都不剩了。是小猪，是的，念来过道，我就不倒过来念，哼。哦，二推要白嫖，哼，这背景看着有点像杨欣，怎么可能？这是我呀，完全没主题的电台，对。你教的，我要去浪分团了。可以啊，就只要不是浪我身边的人就好。他说他可以为你放弃全世界，但他不能没有你。哇，棒！我从来没觉得你有主题过，想开就开的，是这样啊。但是这次是完全不用自己想话题的，蹲在阳台上喝酒。那你不冷吗？是不可说 CP 的。好像是吧？就当时看那个 MV 嘛。对，我是也得入坑，我背着只推你，哇，感谢，真正的勇士都是推艾丽浪回回家的，你们这么直白的吗？裹着外套呢，放心，好的好的，在外面待一会儿就进屋来吧，现在是有点冷了，就不怕我浪不回来了吗？浪是指一种不好的心理状态，回不回来看个人，对，看这个小偶像的本事和看这个粉丝的心态，对。那我推 YYX 浪高然呢？那我就没有办法，我说了呀，看小偶像本人和看这个粉丝的心态，不浪了，你得负责。行啊，也行啊，一般都回不来，那我就没有办法了。BJ 只爱艾丽一个人，耶、yeah。嗯，你真乖，我来了。好的，我又想表白又想捉弄一下你，那我就单纯的读弹幕好了嘛。但我没浪漫差呀，那就不浪呗，那就来我这边玩呗。我推高二然浪艾丽，哇，那你太棒了，那我就没有办法。对啊，怎么那么多单推呀？单推两个字说起来很轻松，但是做起来很难啊。只爱高蔚然，可是高蔚然身里有那么多小姐姐，哎，其实小姐姐是属于好看的人我都喜欢看，但是有没有过心就不一定了。请问喜欢高蔚然怎么办？怎么戒掉高蔚然的毒？这个毒不用戒啊，就像情花毒，哎，情花毒会死掉吗？好像会，但是中我的毒不会死掉啊，只要不死掉就都没有问题。12345678910，比如单推全团啊，那你太厉害了。我的身高多高啊？我166。我相信艾丽心里有我，对的，我166。你死了？为什么你死了？不行啊，什么不行啊？哈哈哈，过分了没？没有啊，累死了啊，那你注意休息啊。我 BJ 只推艾丽，但其他分团就不好说了啊，不着急不着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巧，你也166，好吧，距离限制了我的想象，所以我给你们就直接是我的公式照啊，公式照，我觉得我这版拍的还行，没有崩太多。16692，身高腿长，我不记得我就腿长多少了。不是我，我没有单推全团，我是艾丽粉丝，我知道你是，还行，什么还行，不行哦，什么不行哦，那我自己算吧。什么鬼，这个不是要凉了吗？算什么算，你好奇怪。帽子和头发那老师让我看混，哦，那个头发是我当时编了两个辫子，然后这样把它盘上来了，然后当时就是姐姐问我们是戴帽子还是戴头花，就可以两个可以选吗？我想戴帽子吧。直播练嘴皮子。艾丽腿长160，
啊，难道我上身只有6厘米吗？太可怕，我的头都不止6厘米。艾丽有把粉丝取名字？有啊，我的粉丝叫未来啊，但是好像大家都忘记这件事情的了的样子。BJ 只爱艾丽，不让其他分团，首推在本部，差不多，我现在也是差不多，我的首推就在本部，没忘吧？好的，你们真棒，新的公式照比原来好看好多。对啊对啊，就比以前好看太多了，脖子以下全是腿，那太可怕了，我的手要放到哪里？一个人的眼，我的心什么什么放在哪里？拥抱过后，我的双手应该放在哪里？啊，谢谢元宝。对，长160就哎，忧伤。身高腿长等于照片中全身身高，那你自己去算吧。你推谁？我推婷婷前辈。未来不是一个汽车品牌，不知道哎，我没有关注过汽车品牌。77312852，你为什么要放我的应援会号码？公司叫戴帽子的都是 top， 你认真的吗？真的吗？我以后真的能变成 top 吗？那借你吉言啊。其实我浪也是佩服小偶像的精神，为什么？神秘代码，对，神秘代码77312852，周香空空蕊，对，你这是你说周香的，你这个冒号的意思是你说周香这个人的形容是空空蕊，不是我，对吧？不是我，你看你这个人，你居然 diss 周香，你太坏了，你太坏了。艾丽明显不会开车吧？我有驾照，但是我不开车。原来我们是汽车品牌啊，不是，是那个未来，嘿，有羁绊确实这样，对。不会以前是那亲特不是迟早的，那我就争取吧，我争取。从上海回家，然而没有去嘉兴路，我想去悠唐见你了，那你来找我呀。85到93之间，香宝宝突然躺枪，哇，你还看周香的吗？好多前辈要毕业了，进圈指日可待。哦，就是熬前辈吗？难道进圈的方法是熬前辈，不是自己努力吗？艾丽有吃到鲜芋仙吗？我今天就没有买鲜芋仙，香瘦瘦蛮好玩，那你去找他。嘎嘎嘎！艾丽还记得大明湖畔特殊公园的 MC 吗？对，就是他。你这个人，你搞事情哦，你搞事情哦。说的没毛病，对。艾丽没奔 top 日，悠唐勿忘搞奶翁什么鬼，真的很认真在读弹幕。对呀、啊、我只是分不清香宝和小马来着，所以会多看两眼。好吧好吧，但是可是我觉得还是看我就挺好的。但是我看最多的还是艾丽啊，优秀。人不沮丧心情愉快就会身心健康，就不会多花钱。您不知道我是谁，你是窗外暮色玲珑虚空，策马奔腾吗？那个表情。好，那我以后只看你。所以现在大概是一个月上两次公演，我现在是一个月上两周公演。刚才讲到玄学，还想说我们用太乙算算艾丽明年名次吧。哎，可以算吗？哎，你们可以帮我算一算，我还差多少名进圈，是不是还差个100-200名什么的。艾丽有没有自己的表情包情表是什么鬼？没有包情表，我不知道。看艾丽就可以被甜死了，再看别人就不得了了。对啊，就是大家都这么甜，甜着甜着甜着就糖分过高就不太好了。艾丽，看你看你，好，我看到你了。梅洛斯之路，我想听一首我听过的。啊，谢谢。艾丽是哪里人？艾丽是河南人。甜着甜着就离不开艾丽了。对呀、啊，艾丽有马恰虫表情包，真的吗？我真的吗？都没有人发给我看，那不是我。那是洪世贤，算出来的物像是16，算出来的物像是16，懂啊啊，算出来的物像是16，那也就是说我还差16名能进圈。艾丽已经比全糖还甜了，啊，谢谢元宝。艾丽今天应该不会熬夜了吧？应该不会了吧？我做过，请查看私信。啊啊啊！我好害怕，我好害怕。啊，谢谢元宝，上次直播卡了，不就是表情包？不行，不要，
紫色分团应该是进圈了呀。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明年要是真有那么好的名次，那你们岂不是会变得很穷，对吧？所以，明年名次可以低一点。我觉得这个算的不一定准，你们再算算吧，把名次算的靠后一点，这样才能保证就大家每个人都轻松一点。对，是这样。我蹲在阳台，跟农民工一样，抽着烟，喝着酒，裹着大外套。不太好，不太好，就不要抽烟喝酒，对身体不好。艾丽最近学院和斯巴里学校还好吗？还可以，加个50吧，16+50=70。16+50=65，还差65名进去啊，差不多，那时候还可以。兄弟拿啥算的？太乙还是奇门？哇，你们好厉害！艾丽小可爱，我来迟了。好的，好的，没事的。自从犯了艾丽，感觉自己都变好看。对啊，就应该这样。就犯我能够变成现充，这杯喝完就回去，真乖。还可以就好。对，其实 group 进圈门槛不高，这个我不知道哎，这我还真不知道。弹幕的兄弟都是人才，为什么？啊，谢谢谢谢。我指的是名次啊，66名啊。啊，太难了，我觉得太难了，进圈太难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的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对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我刚刚放的是爱的加速器，我说怎么这么耳熟？哇，谢谢谢谢巧克力。哇，竞技的爱，为什么竞技的爱是03版本的？对，刚刚是爱的加速器，进重庆的前16应该很简单。可是我是 BJ 的小偶像啊，英语不错嘛。什么 Chinglish？ 50+16=65，这道题有点难为艾丽。不难，但是速报进圈也可以升格啊。对，我得努力，我想努力升格了。我对进圈什么倒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就是我现在急切的想要升格。是的。啊，这个表情，那不六刃比较合适。这是什么？这也是五行八卦的一种吗？不是北山的艾丽不满意啊？不是因为这个，但是这首歌的确我不喜欢。那咱们换吧。50+16=65啊，66，哼，太乙奇门六刃啊，这个我还不知道，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升格还要等明年，我不知道，我就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升格，但是就是想升格，进圈就可以拍总选 MV 了。那我是很想，我觉得拍 MV 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我还从来没有过就是一起录制过什么东西呢，进团这么久从来没有参与过。哎，速报盘太坑了，我不知道哎。我迷恋的现在是你浅浅的微笑，是相遇的下一句，道别的上一秒。哇，甜！谢谢谢谢巧克力。曾经流过的泪无法面对，是分离。甜 ，sweetie。感觉6选冲一把速报有希望，速报票贵啊！原来速报、中报和进圈都不一样的嘛，我都不知道。高原声音太甜了，我觉得还行，我觉得我好像声音一直都是这样。刘奶奶找牛奶奶买牛奶，牛奶奶给刘奶奶拿牛奶，所有的甜都给艾丽了，耶！升格去一队吧，感觉我适合。我也想的呀，我最想的就是去一队。暗中观察，你为什么暗中观察？只发这4个字，我只能读4个字。看久了有鸡腿可以送艾丽，耶，开心。还是实际点，明年速报就全力输出，先升格再说。反正我是比较想要升格的。目前因为去年总选的目标是升格嘛，我以为升格我们北京这边不是进圈才能升格，我以为名次还可以就能升格的，结果不是。牛奶把我放下，800标兵奔北坡，下一句什么我忘了。奶父我做错什么？小牛奶是吗？奶父，好看，好看。升格工资会高吗？不会啊，但是就等于是你进入了一个正式番队，你有自己的队了。对，给我的感觉是这样。一队的人相对比较正常，B队小偶像比较啊啊啊啊，为什么？小了白了兔，
白了又了白，两了只的耳朵都竖了起来，来爱了吃了萝了菠了合了青了菜，蹦了蹦了跳了跳了真的可了爱，是这个吗？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哦，是这个。问号问号问号，星空是照好看呀。对啊，因为我就只有这一张公司照，所以我就发了这一张，因为姐姐只给了我这一张。艾丽最可爱，对，我也这么觉得，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你在念什么啊？哈哈，我在念弹幕啊，就是弹幕。八百标兵奔北坡，北坡哎呀妈呀，人真多。只要是剧队是笨队还能吃，我觉得这两个自己都不能承认。我不笨，我也不吃，我从来不点外卖的。对，我可聪明了，我还不点外卖。这个公式照太好看了吧，终于像我本人了，对不对？好看了很多。我跟你们讲，我本人就是这个样子，甚至比这个更好看，真的真的这么可爱。你是有照吗？他知道我们是 W 双甜。我在老实说，我刚翻艾丽的时候，艾丽微博头像我没认出来啊，对吧？我当时那个公司照拍太丑了。你在干嘛？在哪里啊？我在开电台读弹幕，我在中心。对，对啊，所以艾丽会来E队，哈哈，我希望吧。有没有更清晰的公司照？没有，姐姐没有给我们，我信了。八百标兵奔北坡，为什么只回来了300？不知道哎，可能剩下500全都睡觉了。B 队的快乐源全是怼滴滴滴前辈，艾丽去了就变成最好欺负的了啊！全队总瘦吗？不要不要不要！初版头像坑，其实我初版头像还行，第二版是真丑。黑灰，你们刷慢一点哦。黑灰化肥会挥发，发灰黑化肥，挥发灰黑化肥会挥发，发黑灰化肥发灰，去了南锣鼓巷里面，中心门前，北京有点冷。对啊，最近就是很冷的，因为500唱歌去了，还能唱歌，500去唱歌。好吧，别去笨队，智商会降。当年你高考放了 B 队啊，那你高考成绩还好吗？口袋里上一版公司照简直惨烈。对啊，弹幕你们，你看他们就折磨我。风尚要不要来？我风尚公司没让我去。500唱歌去了，好吧。戏银丝上趴着4444个似死似不死的小死狮子皮，艾丽的公式照很良心，对这一版是的啊，谢谢谢谢，点点点点点点，哈哈，绕口令满分，不欺负艾丽了。我是平翘舌音，我能分得清，但是就那种什么黑化肥发黑，什么什么会挥发，就这种我不行。44棵紫色死色柿子树。什么44十是十，14是14，40是40，不要把14念成40，也不要把40念成14，是这种的我会念。风尚才1/3的成员去，北京基本全员都去吧，就是没有让我去，可能是因为学业原因吧。这版公式照真的好看，比上一版好看多了。对啊，这一版公式照才比较贴近真人嘛。孔鹅的梗哦，肖英姐的梗吗？我不知道哎。艾丽打算减肥吗？我曾经有过这个想法，但是具体实不实施还不确定。红凤凰、黄凤凰、粉红凤凰、蓝凤凰，什么什么花凤凰，什么什么，这就各种。艾丽张嘴，啊呜！你要投食吗？艾丽减肥，我怎么觉得不可能呢？是不太可能。风尚可惜了，说不定还能看到艾丽的另一面。没有关系啊，可能明年可以吧。如果明年也不可以，那就后年可以吧。反正如果一直都不可以的话，那我就自己出钱买衣服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呀，对吧？前提是我得有钱，我得能买得起。买了点香蕉回去吃啊。我们食堂今天我准备香蕉哎。晚上好，高小姐。晚上好，迟早可以的。对，我们不着急，我们不慌，哪怕我们就是一直没有去，我们也可以拍写真集啊，对吧？自己扮私服，风尚大赏。对，高瓦列特，巴布盖尤，你这个是俄罗斯的那个那种绕口令吗？艾丽性感的一面，啊哈，亚吉比亚，巴布盖尤。这什么意思啊？巴布嘎伊，应该是一个动词吧？巴布嘎茨是什么意思啊？巴布嘎茨，
我不知道哎，我好像没学过这个单词。咱啥不多，时间最多。对，我们不着急，我们有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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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间。人生在世，要学的会耐心，耐心的等待。嗯，风扇们，艾莉少了个可以拍的人，不开心没关系，你可以拍很多很多人，因为你浪嘛。啊 ，SHY 的晴空闪电，哇，都是叶枫惹的祸。讲俄语绕口令，哦，我知道，我们当时就是跟着老师学的那个，就是什么 truck 大大 truck 嘟嘟，什么就这种。把前辈的熬毕业，我们就是第一了，那也很难，万一后辈比我厉害的多的多的多呢，是吧？哼，我哪里浪了？北京就三个。哎，那让我想想，上次你在外滩电台说你三个推都在一个房间，我就不信你北京只放我们三个是不可能的。你不觉得大庭广众之下撒谎被拆穿是一件很令人羞愧的那个事情吗？所以我从来不在大庭广众之下撒谎，我一般都说真话。哼，过会儿要去忙了，只能陪艾莉到8:45了。好的，不着急，没事的。俄语绕口令还得弹舌，也太难。对啊，因为俄语要发这个音嘛。北京就三个，其他地方呢？我北京才一个。嗯，是我吗？这个面它又长又宽，就像这个碗它又大又圆。哎，这种是打油诗吗？这种是叫打油诗吗？虽然上海十几个，哎，上海有90多个人吧，应该是90多个人吧。啊，这个歌太慢了。To be continue， 这什么歌啊？我都不知道。浪漫圣诞夜啊，剩下好声音就剩下好声音吧。是啊，这不是吴亦凡的梗吗？好像是上面那个 girl， 你别跑，我就发你们三个，哼，你说的我还真不相信，十几个大佬，如果每个都能投千票的话，我承认你可以随便浪。这是吴亦凡的 rap， 哦，对，我不关注他们，那些男星我都没关注。此刻你的语言也需要金色的铺垫。你们在这里吃饭，觉得饭很好吃？饭啊，饭不能吃，饭是人。如果把饭给吃掉了，饭就会少一个饭，然后我们就会饿了就吃饭，饭越来越少，就没有人喜欢我们了。戳脸直念一，为什么？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电台两次？因为今天不用工作，比较闲啊，然后我就可以，就是可以随处营业，就想营业就可以营业啊！谢谢六走一波。艾莉有泳装升学吗？没有哎，这个还真没有，这个得看公司安排吧。我总选握手会2天一直泡在你那边，真的吗？真的吗？啊，谢谢。等会儿，刚刚那段话再说一次，啊，说送鸡腿吗？艾莉喝口水，为什么？是现在嗓音有点沙哑吗？还是什么？今天不用工作，就早点休息吧，尽快忙完了回来陪你。好的哟，成杯可以通过鸡腿提现。对，我现在就是营业嘛，就是营业，就是没有工作的时候可以自己来，就是。口袋48等于是我们小偶像的一个兼职，对，兼职主播可以在这上面营业，然后也是工作方式的一种嘛，对吧？升写我只有没事的时候才翻开看看，现在真的还会就是有人玩升写这一类的吗？就是收升写，然后收个合集之类的吗？没钱充鸡腿了，没有关系啊，那就来听一听电台，就是听一听我念弹幕，看我还有没有水。爱你不止2-3天，每天却想你很多遍。对，我会呀、啊。哇，甜！这是昨天应援会给我的，我还没有喝完的维他奶。对，剩下好声音，艾莉有拍立得吗？没有哎，但是公司有拍立得，我们可以拿来拍，而且还可以在口袋找粉丝玩，哈哈。对呀、啊，我玩升血的坑，你家里就不缺升血。哇，好吧。公司照是你吗？当然是我呀、啊，不是我还能是谁？我放别人的公司照吗？你有什么特别不喜欢吃的东西吗？特别不喜欢吃的，好像没有哎。昨天去了杭州，是什么绝美地方？可以喜茶、鹿角巷奈雪的茶在一起，哇，
我想看那个上有苏杭下有天堂，还有什么上有苏杭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个那首歌了。好看会收，不好看就再见。哇，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就比较喜欢好看的照片，就是用那个印刷就是洗出来它，还比生写要便宜划算。好像成员之间发飞速弹幕是免费的，是啊，是这样的。看这个笑多好看呀！啊哈，艾丽什么时候来嘉兴了？好想问艾丽，我也不知道，这得看公司安排。蓝罐雄鹰和雪碧1:1调和，真的巨好喝。这是什么？雄鹰是什么？我不知道哎。啊，谢谢谢谢，放 TT 的公司讲也可以。我刚刚就是电台主题那个外观的时候，我都想放一张婷婷的反图了，但是想了想还是算了，我怕有粉丝说我贴，这样就不太好了，所以我就放了。哎，我封面是放了什么我都忘了啊，谢谢。对比一下左上角那个公司照啊，那没有办法，那第一版肯定拍的不如现在嘛，小偶像颜值是可以进化的嘛，镜头感越来越好了啊，谢谢。下有天堂不是下有天堂，下有苏杭那首歌怎么唱来着？让我想一想，你们先稍微让我想一下啊，什么 So you 叮咚雪雨苏杭，哎，是这个调吗？我忘了，好像是这个调。夏天的哦，是啤酒，好吧。为了不买生写，所以都拍反图了。哦，那你好优秀，你说了才知道左上还没换。对啊，我们口袋房间那个就没有换过。那天和小姐姐等喜茶等了半个小时，真的心累。那生意太火爆，可能很好喝吧。好了，去忙了，会尽快回来。好的。好像是之前成员发普通弹幕被拒绝当毒瘤举报到封号啊，还可以这样啊啊。啊啊，还可以被拒绝封号，肯定颜值越来越好啊，不然怎么叫养成系？哇，我就来体验飘的感觉。那你体验感好吗？好好，唱。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哎，好像啊，调调一样。老夫苏州人，艾丽唱的还行，都在调上。那我不会说那边的方言嘛？被举报的成员厚葬吧。那你们会集资给他买不能说，不可说。生写哈哈，直接去打印反图不就行了吗？对啊，我也是这么想，还可以直接打印自拍，就是印刷那种彩色的那种啊。插队的王叔前辈，王叔叔这么惨的吗？举报太多了，偶像逐渐变胖是不是也会有一种养成的快感？对啊，就圆鼓鼓的多可爱啊，对吧？你们想把一个以前蛇精脸的御姐系偶像养成了一个圆圆的可爱系偶像，你们不觉得自己很厉害吗？就自己身为粉丝感觉很厉害吗？我们帮他转变了一个风格，哎，对吧？那是养猪的快感，为什么艾丽养胖？我没胖，我来了，哈哈哈。好的，你来了，集资烧投票券啊啊啊！这么可怕，单身老师，背景是我，这是我的公司照。过分，什么一时，什么娇艳，什么一时，最后剩什么什么是把一抹红颜泪。你天哪，山竹吹开了你的封印吗？葬爱家族什么再度来临吗？好可怕，我今天看到了葬爱家族活的后人，哇。啊，说不会当年啊，我们这个弹幕是不是最好不要读？艾丽的小兔牙是标志，一看就知道是你了，哈哈哈。对耶，那完了，艾丽现在已经是颜值巅峰了，怎么办？我不是，我一直都很好看，我会越变越好看的，会越来越好看，我不会胖的，哈哈，非主流啊，对。然后王叔叔铁血路特啊，这个我知道。火星文攻击，我不会念，是不是之前给洛丽送礼被封了？可惜现在这两个人，啊，好吧，小艾丽，那你可爱的 Y 叉室友变成御姐范怎么办？嗯，他风格的转变得看他自己嘛，他想走什么戏，我就宠溺的看着他走什么戏。对了，让成员拉黑后改昵称会不会拉黑失效？这个我不知道哎，这我还真不知道，我以前是小粉丝，我很乖的，我没有被拉黑过。
大家已经没法非主流了，发量不够了。对的，当了偶像或者犯偶像都会越变越秃，这就不太好。不会说话的句句一律打死我的。好吧，点点点，想不到这里还有障碍家族的朋友。艾莉怎么会是颜值巅峰？你看看北皇，小北一直很好看啊。我不是那个莉，那个莉是马查虫，我的莉不是马查虫，我的莉是清纯的小孩子。犯偶像会变秃，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的。你不胖只是圆的有点双下巴而已，我那个双下巴我是挤出来的，然后有的时候角度不行的话就会有。嗯，现在拍图真的是被急死了，我的妈呀，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火了。啊，婷婷比我好看，就是在我的幻想中我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但是到了现实我会承认好多人比我好看，对，我求生欲还是很强的。对呀，我以前从不脱发，现在天天脱发，这么可怕的吗？风这么大，谁带我回家拜消音？我想到那个什么，今日的风儿有些喧嚣。我也没被拉黑过，艾莉会尝试一下吗？不要哦，不要，算了算了，大家和平相处嘛。不是进团就开始秃哦，也对哦，兄弟我也是啊，兄弟，哎，那个调调好像是这样，放偶像不会，学理工科会哦，也对哦，秃了。不会，口袋是封 IP 的，24小时后解封，也可以让成员找蛋王给你讲。HTT 你说什么，你比我好看？不，没有，晚上好呀，好，晚上好，艾莉好看，对，哈哈哈哈哈，优秀的求生欲，那时我求生欲超强。哪一刻我喜欢上了艾莉？哇，这个我居然念出来了，艾子坑啊。为什么今年上半年有个 SHY 的成员在微博上让点名批评，这是什么？我不知道哎。工科笑笑不说话，我是文科生哎。哈哈哈！以前 TT 也是经常秃，那就没有办法，我变秃了也变强了。对，朋友们，为了障碍家族伟业，一波鸡腿吧！哇，厉害了，伴随偶像一起秃。嗯，不要让锅把锅给我背，我的头发还是可以养回来的，我会买生发液努力努力的。啊，谢谢元宝，肖韵姐，嘎嘎嘎！这什么歌？换一首。啊，太吵了，这有什么歌？我换首我听过的歌。哎，哇，太可怕了，这有什么？吃点芝麻啊？为什么要吃芝麻？以前闹闹开了一场踢人直播啊啊，封了好几百，哇！你们聚聚这么刺激的吗？秃了变强，蚕牙塔这是什么？我不知道哎。芝麻不是猫吗？都已经开始买生发液了，看来是真秃了啊！我没有哦，芝麻生发哦，好吧。买生发液的时候问问响哥，看看他这生发有没有。好的，我会去问问的。哇，你要送我个婷婷，你这么厉害，原来越来越。越多秃头是犯小偶像闹的，对啊，很闹心耶，就是很闹心。我现在每天喝芝麻糊不会变秃啊！啊，谢谢，吃芝麻对头发好，对，还有何首乌，还有什么姜什么的，对头发好像都挺好的。蚕牙塔 O W 是不是？我不知道哎，是不是婷婷？对，是婷婷，你可真是太优秀了。为什么就是小偶像这边全都看不到礼物的特效，就有什么什么礼物全都不知道。好像只有你们粉丝这个端才能看出来，就是什么有什么礼物什么的，偶像这边什么都没有。霸王防脱，哎，那个管用吗？我没用过哎。少熬夜吧，哈哈哈，别脱了。好的，我会少熬夜的。几年后，十多个蚕牙塔在幼堂跳公园啊，这么恐怖的吗？啊，谢谢。但是我没有懂蚕牙塔是什么呀？它是一个人物吗？那你开个小号挂自己直播间里看，那要不就咱们双开，我开着我的直播间，然后你们听着我直播间里我的直播，你们觉得怎么样？是你屏蔽了吧？我没有屏蔽啊，就我能看到你们给我刷礼物的时候的特效，但是我自己看不到，就是运营有什么礼物啊？谢谢，不要让我在半夜看到你啦，这样熬夜不好呀。好的，嘿，啊，谢谢，还行。让我看一看现在都有哪些小偶像在开直播。李娜、熊心、
李苏红、高蔚然、冯小飞、张丹丹、郭一宁啊，我们要打开。人不要随便感到沮丧，不然就会花很多钱。我简直太优秀了！我这个电台的封面，对，就听我自己的啊，听一听我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样的。戳心了，我只看到了高爱丽，其他人都看不见。遮眼哇，闭眼吹吗？第一次看你直播是深夜3点看睡哦，你是24小时直播入坑的。优糖赢了，为什么优糖赢了？哦，很多都是优糖的是吗？我在想会不会我熬夜打游戏的时候看到你，应该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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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不会的。艾丽扮成粉丝去其他成员看直播试试，我知道我会看的，有时候我会看你喜欢的糖豆前辈在直播啊，我已经好久不叫他前辈了啊，我会被表吗？不会。我一沮丧就想着吃，一吃又要花钱。对，我也是。声音超甜，我觉得我声音不算甜，我听着我这样声音还挺粗，挺那种，就是挺男人的。补一波 ，TOP 16公演，好，我什么时候有空了我就补，看看糖豆吧。琳娜，不要走。我手机里好多你的睡颜图呀，啊，我声音好奇怪，这样听声音好奇怪，我们把那个给关掉吧。优糖不睡觉，不是一天了啊，是吗？现在有个辈分最大的前辈在开直播，比戴老板辈分还大，是谁？我不知道哎。看糖豆查房，什么？自己看自己，好羞耻，还行，我觉得还行。那就是粗糖的声音，好吧？是男的，我也爱艾丽。为什么？话说我昨天在剧场看了 TT 啊，你好幸福！我要不要去跟糖豆说说？你为什么要去跟糖豆说说？好羡慕昨天和小偶像 KTV 合唱啊，好棒！我也想和前辈 KTV 一起合唱。冯小飞灵气大前辈哦，好吧，回音效果。冯小飞哦，因为我已经很久不看本部的公演，我都不知道那些梗。因为我们就就没来得及看嘛。嗯，好的，接下来这个梗我就记住了。然后我刚刚把我自己的那个直播给关掉，因为我觉得有两个声音在我旁边太吵了。这个梗也好久了吧，我不知道哎。因为我入团已经一年了，马上就要一年了。我去年10月21号签的合同，今天已经10月3号了吧。对，我还有18天我就进 B 这已经满一年了。嗯，上次送 TT 的时候跟他说有个后辈叫高然喜欢你，我喜欢婷婷前辈的人太多了，感觉不一定能记得住我的。还有个07生在 N 队啊，我都不知道哎。10月几号？10月21号那天我们签的合同。高然最喜欢我。丘比特之箭啾啾啾收到了吗？收到了。哦，张雨欣前辈，叉叉前辈，21对10月21，满年快乐！对，马上了，18天，还剩18天。开始看艾丽是好像哪里成都还是重庆吃东西？哦，我知道，我前一段时间暑假那会儿我去成都旅游吃火锅那一次吗？好像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吃火锅，因为我是一个人去旅游嘛，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吃火锅。话说还有几天就是艾丽生日了，不是？对啊，我10月8号生日。哎，你11月就20了，哇，年龄好小。开始看艾丽，深夜电台。对，我早期的时候我是喜欢开深夜电台的，到后来我就开始随性开电台。然后前一段时间我本来是规律的，最近呢我又有点像不规律的趋势发展，我错了。艾丽是我的女人，对啊，艾丽是我的女人啊，所以有个爱我 CP 啊，对啊，就是艾丽和我自己自攻自受，是不是很棒？公式照好像《还珠格格》的紫薇啊啊啊，是吗？好吧，那好吧，是像海璐老师，还是像林心如老师？第一次看是那次出校直播，是我介绍自己的校园吗？你这人你是毒瘤吗？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毒瘤才会发这种弹幕。我这个直播间很正经的，我读的都是很正经的弹幕。
孤独的第三重境界就是一个人吃火锅，这个女孩很有趣，我还行吧，因为我只能一个人啊，难道我要拉个路人吗？我不愿意给路人花钱，我没钱啊，我好穷的，我养得起自己吃的饭就已经很厉害了，我已经没有钱请路人吃火锅了，所以这不是孤独，这只是没钱。嗯，和你同一个月，你24生日哦，我是8号。以后我抓住机会一定要向 TT 和佳爱安利可爱的高爱丽。哦，佳爱前辈知道我，对，佳爱前辈知道我，但是婷婷前辈，因为我不敢，我不敢，然后我就一直属于观望状态，就悄咪咪暗中观察，自攻自受有点吓人。好吧，我很想知道悠唐深夜休息室。现在深夜的时候休息室一般都没有人，对，反正三楼休息室没有人，四楼我不太清楚，没有半夜上过四楼哎。哈哈，好的，会注意的，好的，自己都养不起了，对，我自己养不起了。不，你不穷，我很穷，我现在昨天奶茶多少钱我还没有给新宝，可能昨天我只剩20块钱的时候，新宝问我要不要点奶茶，我说要，然后一杯奶茶肯定十几块吧，我现在只有几块钱了。上次海豚的截了个表情包，哇哦，可爱吗？没毛病，对，没毛病。第一次是掰一元棒，那时候没入坑，后来越看越觉得好看，就入坑了。对啊，我的颜值那是非常非常稳定的，对，怎么可能会变丑呢？是不可能的。爱丽丝会越变越好看的，声音也会越来越好听的，然后教学呢也会越来越富含人生哲理的，对的。今天是你伊利生日，母上告诉我的，突然一听就懵了啊！你伊利生日，那你平时是过伊利生日呢还是阳历生日呢？不要怕，向前辈展示你自己。我上次跟前辈就是见到了前辈，我说啊前辈好，然后前辈就跟我说嗯你好，然后就把我激动的哦太激动了。突然发现 TT 新剧名的是蔚蓝，对啊，是这样啊，是这样啊，就很棒啊，对吧？平胸偶像，对，快发工资了，要到8号才能发工资，就我生日那天发工资，但一定不会是早上的，只能是下午，所以就是我生日那天上午我都没有任何钱可以给自己买礼物，只有下午的时候我才有一丢丢丢丢丢丢丢的钱。声音真的好听，对，被我的声音迷住了，哎呀嘿。哇，这就是你们排爱总的理由，爱总对我老长了。嗯，那肯定的呀，不要怂，上去要WeChat。不了不了不了，就是喜欢的前辈要远远的看，对，因为你喜欢的是他身上的偶像感觉，对，喜欢的是他身为偶像的一个感觉，就是不能去打扰偶像的私生活，对的对的，我真优秀。试过阳历，因为也不知道哪天按照户口上的，哦，这样。我小时候的时候是过阴历生日，然后长大了之后就变成过阳历生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么转了。没钱的话，生日那天要挨饿了，那就没有办法。那就希望，能有一点点钱，或者稍微启用一下花呗。听我的电台会不自觉脸带笑容，哇，就我这么棒的吗？我就希望能够对带给你们温暖啊！天哪，好官方啊！不行，咱们不能太官方的聊天。八号，那礼物可不可以直接寄到剧院呀？应该是可以的，应该是可以的。对，然后等我什么时候能上公演的时候，我就能收到了。做试卷看到了一个成语叫蔚然成风，然后我就圈起来，老师问我要干嘛。这是我喜欢的小偶像啊。生日那天送你鸡腿你也提不出来，但是我可以下个月提出来。看我多喜欢你，隔着2000多公里看你，那你看我多喜欢你们，我隔着2-3千公里，甚至就是在国外，然后也用我的声音陪伴着你，对吧？是不是很棒？哦，我刚刚居然把歌给关掉了吗？我现在再把它给打开，不然的话这个直播间一点都没有声音，显得好尴尬。也不是外国的粉，我有外国的粉丝吗？应该没有，但是有一些是在国外的。我现在对蔚然成风和防范蔚然都无法正视了。想听艾丽唱歌，有啊，我有的吗？有，群里有外国人，真的啊啊，对的呀，艾丽声音多好看啊，我声音好看。请国外的粉丝，哦，有国外的粉丝，哇，你的月亮我的心，熟悉的歌声，对，这个是《禁忌的2人》日文版的，
余蔚然，哈哈，什么？有的有一个哦，对，防患于未然。我刚开始没出道的时候，我想把我的 catchphrase 说成大家要防患于，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帮我接蔚然。但是据说这个和前辈的 catchphrase 撞了，然后我就没有用那个。艾莉长得多好听呀，艾莉的声音多好看呀，所以结合在一起，果然是美颜盛世天籁之音呢，对吧？羞耻，为什么羞耻？防患于未然，防火防盗防雷。对，就是和防雷前辈撞了，所以就不行了。I really like you， 艾莉高，耶、yeah ！这个小姐姐好甜，我爱上她了。哦，你可以这么迅速爱上一个人的吗？你不打算考量考量吗？今晚电台干什么呢？今晚电台就读弹幕啊，就是读弹幕啊。啊，天选之人，天选不是骂人的吗？我害怕。群里那个中文说的越来越好，都开始接晚安室了。哇，这么棒，好优秀啊，好厉害。我学外语的时候我就学得很慢，嗯。不敢考量，怕在坑底爬不起来了。没有关系啊，我觉得这样多好啊。爱上艾莉不需要思考。你说的对。你好啊，艾莉，和你握手好开心，我好喜欢 YYX。没有关系，就是这样的话，你们可以就是给我的握手会贡献业绩，就贡献你们的票根算到我的成绩里，我也是很开心的。对，我也是很开心的。大不了你们说你好喜欢 YYX， 我把你撵走嘛，就是把你提前赶走，但是你的票已经撕了啊，哈，我开心。竞技的二人喜欢有鸡翅姐的哦，我不知道 AKB 那边的前辈。对了，那谁皇冠呢？还没送吗？好像没送，他好久不来了。外国人犯偶像是为了学中文吗？这个我不知道。我想来握小姐姐，来啊，艾莉，猜猜我是谁？我看你头像啊，哦，你是推小安的，我知道，你是推小安的。你这个头像，只要你们，我是记 ID 和记头像记得会比较熟。对，我的好处是这个记 ID 和记头像比较熟，然后能根据那个啥来啊。这是人鱼吗？这不是竞技的二人吗？哎，这是人鱼吗？这是竞技的两人，竞技的爱吧？那高然眼熟我吗？对你的 ID 有印象哦。信仰的力量，对，我觉得偶像真的是带给人力量的一种存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犯偶像真的还挺好的。对，不是人鱼，是竞技的爱。对，竞技的爱。那我呢？我知道你啊，我肯定知道啊。对，这是敬爱，这是敬爱。有日文人鱼就神了。哦，对，人鱼是咱们原创的，对吧？对，这头像是怎么看出来？就是你的头像就是这样的呀。哦，敬二是 H 队曾经的 unit， 好吧。你的头像是犯谁啊？我不知道呀。你头像上面都是文字，但是打不开大图的。这个大胖狗子的头像是你最喜欢的。我还不知道啊，谢谢谢谢，让我看看，我翻不到他的弹幕，他太往上了，然后就我看不到他的头像了。对，人鱼是咱们中国原唱的啊，放我呀，你们是不被允许的啊，谢谢。我的头像看不到吧？现在看不到，犬夜叉，我点开的话能看到。竞技的爱很丧，对，据说 CP 不能唱进二，我觉得我经常在被艾莉打的边缘试探。行啊，那我下次我就敲你的头。人鱼不是叉的吗？好像是小鸟酱，我不知道是谁。你出来了，让我看看。哦，好吧，饭头最近老婆管的严，所以消失了。哇，好吧，哈哈，认认真真读弹幕。对啊，今天的主题就是读弹幕。看看我头像，猜猜我犯了谁？哇，你的头像真的好美啊，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小女孩。天哪，她是谁？我好想认识她。你能把她的微博分享给我吗？还有她的应援会群号都分享给我。我好喜欢她，我要推她，我要让她变成我的首推，我要一辈子都爱她。吃不吃柠檬暗示？哎呀，我出来给你们看看我的头像。好，我看到了，你来看看。好的。好的，笑声怎么这么好听？不知道，天生的。正能量的艾莉点个赞，耶！臭不要脸，我没有，我没有啊！谢谢谢谢，
害怕，为什么会带着钢盔去？不要怕，我力气不大，指不定就是弹你的头，我的手会肿呢。金耳都会背的吗？心又跳，我不知道啊，我这个还真不知道，就是传闻。臭不要脸，哼，打扰了，吃饱了，嗯，我信了。对啊，这个头像多好，是吧？就要首推它，我头像也要显示。哇，听着这番话，我笑疯在屏幕前。你看，听艾丽的电台，你们会很欢乐，对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来我的电台来玩一玩，然后心情就会变得很好，然后整个人生、整个生活就会充满了希望和阳光。啊哈！你们头像肯定没有我头像的小姐姐可爱。哇，戴眼镜的艾丽也好好看啊！天哪，她真的是什么风格都可以驾驭，她简直太强大！我要当他的颜粉，我要入坑他，我今年要给他投票，我还要给他送鸡腿，哇啊不行，我不能老这样。啊，谢谢谢谢，换头像会不会眼熟吗？会啊，但是我会知道是你是谁，就是我可能会记你本来刚开始的头像，就是你们 ID 和头像只能换一个，如果两个都换了的话，我就只能从说话语气判断你们是谁了，但如果我判断不准的话，我就感觉就不太好了，所以你们就一个一个的换，让我熟悉一下。对，你说巧不巧，你也是推他的。哇，有缘。说实话，直播的业务水平，我觉得艾丽起码可以进神器。真的吗？真的吗？我这么优秀的吗？厚脸皮偶像，不，我是 CBLY 哦 CBYL 偶像。对。我不换头像，为了让艾丽眼熟。好的呀，好的，这个公式照确实好看，是好不容易拍出来这么好看的。我要来换 ID 来混眼熟，会飞的恰恰大哥，我知道你这个 ID， 换头像会被艾丽眼熟吗？嗯，反正你们现在不换头像不换 ID， 我还是挺眼熟的。换了的话，你们得给我过一段时间，我才能眼熟。公式照是为了坚信你真人比照片好看的存在，的确是，小偶像一般都是公式照没有真人好看。待会儿别说了，听不下去了。嗯，不行这样。我的妈，我看到一头牛在天上飞，哼，你们都不相信我，就是我现在说的话不一定就是假话，而是一个 flag 呀，就指不定我会越变越好看，越变越好看，越变越好看，然后越来越优秀，越来越厉害的，是吧？在口袋兜兜转转，还是在艾丽这儿躺下，对吧？这位狙击就差你三万票，什么？你就是高人本人？哇，小偶像给自己投票实锤了！你看他那个什么那个哎那个词叫什么家族炮，太可怕了啊！可惜我们家没钱，不然我也想给自己投。哎，换头像，艾丽能认出我的吧？可以的呀，可以的呀，哈哈哈！因为你读弹幕啊。哦，也是哦，你们说的有道理。换了就像消失一样。哦，对，有的时候我会在想，哎，这个人怎么好久不见了，然后过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哦，原来他只是换了头像，换了 ID。 五万大哥首推，哎，好吧，哈，我把头像 ID 都换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就是知道你是推小安的那个。刚刚你被直播禁言了啊？为什么？是我这边吗？不应该吧？难道是我手滑吗？应该不是吧，我错了，不是我这边操作，我没有，对不起了，我这边刚刚卡退出去了，没有关系，我让大哥单推我了。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染熟我吗？可以可以，我记一下你的 ID 和头像。好的，我记了一下，那求眼熟。我记得你啊，你不是老范了吗？艾丽对我眼熟吗？眼熟啊，举手，我是直播入坑艾丽的。对，我这边好多入坑的就是外地范。五万宝贝二推啊，也想被艾丽禁言，为什么要被我禁言？以后粉丝多了，艾丽就不认识我们了。为什么？为什么你们都是就是在我新人时期的粉丝，不应该是更加珍贵的吗？说多了确实好看啊，哪有，我是本来就好看，然后说多了的话，而且再加上我本身自我的修炼，我会越变越好看。嗯，小马大军空降啊？为什么是小马大军空降？神魂颠倒，对，自带 BGM 的女人。以后单推王专用头衔，艾丽的五万大哥，哇，太可怕太可怕！刚刚去看 H 队瑶瑶生日公演，我还没有看过，看了艾丽的封面，啊不不，后面捏脸，啊不不不，太快了，要不要喝口水？原来不是我犯了艾丽之后变好看了，是我脸皮变厚啊！每天都是新犯，感觉真好啊哈！艾丽歇会儿吧，嗓子不难受吗？还行，现在还行，以后懂你的人就多了，对。
也想被眼熟，我眼熟啊，真好，也想被眼熟啊。那艾莉知道我以前的 ID 是什么吗？套路，什么？什么什么套路得人心，好像是这个。我当时真的好久没赶上艾丽直播，这次就赶上了呀。小萌新能够认识你吗？我知道你呀。对，这个就是神魂颠倒，不是好像听到神魂颠倒。艾丽要去翻你微博了。好的呀，好的呀。禁言，特殊对待就是天。我没有，我从来没有禁言过呀，我没有呀。啊，又开始五万大哥冒泡泡，嘿，推了艾丽还推小安，是本来是推小安的，然后来浪我的。特殊代代就是天，第一天来的萌新前有眼熟，骗人！冒泡泡，冒泡泡，我回来了。好的，你回来了。啊，血糖低，那要休息呢。什么？就是神喵前辈吗？我也想被艾莉眼熟。好的，脸皮会变厚那个啊。但我读多了要读不过来。对的，艾莉的嘴巴不酸吗？像在 rap 一样。我现在语速很快吗？我不知道哎。没有，你推艾丽的。好的，那我就相信你吧。练嘴速，是的，这样以后相声会越说越好的。是 rap 要笑死我了，耶耶！艾丽 red 了，读不过来了。不是，因为我现在是属于我读一个弹幕，我会回应一句，然后思考一下，然后就还是脑子反应太慢。今天的艾丽是甜艾丽呀，对呀，快来发弹幕啊哈！别一个一个读吧，休息一下看看就行。可是今天的主题是读弹幕啊，就主题是读弹幕，那我就全读好了。呼朋唤友来给艾莉发弹幕，让大家来翻我吗？这就是 freestyle 吧？你这也太甜了吧！呜、啊，有吗？这不是基本操作吗？请你眼熟我。好的，小金鱼，赶上进度了。对啊，谢谢大家，赶紧刷屏 ，everybody 嗨起来，嗨起来！我是你的甜宝宝，你是我的表情包，耶、yeah ！渴了，需要喝奶茶吗？我这边有巧克力奶。妹妹加油，刷屏！艾莉每天都很甜。对，八百标兵奔北坡，北坡说好多人啊，有道理。你是推艾莉的，好吧？我知道你是推我的，要珍惜艾莉的直播啊！以后等艾莉进了神七，可就没有这种节目啊啊啊啊！神七好难，好难啊，好难啊，好难啊！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了！我觉得我什么时候能进北京 TOP 十六，我都太厉害了。神七不敢想，不敢想，续一下，为什么要续一下？嗯，为什么《正义之泉》是 SHY 版本的？我们 BJ 也表演过《正义之泉》，为什么没有我们的音源？哎，忧伤。会有的，艾莉未来可期。对的，以后我不见了，你忘记的话，我会很难过的啊。不会的，那你就不要不见嘛。以后神器外物多了就没时间直播。对，有时候太忙太忙的时候是没有时间直播。我现在基本上是很忙的情况下，我就顾不到直播。但是我一闲下来，我就会来营业的，我就来口袋房间营业。大家来到这里，艾莉很开心，不过一定要注意爱护环境啊。我变成导游了吗？小了白了兔，白了又了白，两了只了耳朵都了竖了起来。来，这个我刚刚念过。优糖的小偶像都很有潜力。对啊，我们优糖其实招人的本领真的厉害。对，真的厉害。其实如果以后外物艾丽的外物多是很让人开心的。对，我也会很开心，因为外物多的话就证明我工资会高。两了只了耳朵都射了起来。来，爱了吃了萝了菠了合了青了菜，蹦了蹦了跳了跳了，真的可了爱。艾丽的直播还是蛮勤快的。对，艾丽你脸上有点东西啊。什么东西？有点好看。现在手机墙纸就是艾莉和糖糖的合照，顶级萌哦。对，这是骑士嘛，糖糖超可爱的，超可爱。优糖小偶像颜值都好高，以高人为首的未来之星。哇，你这么夸我真开心，终于除了我之外还有高吹了。工资高了就可以点外卖了。对，我的工资我觉得以前是60%是吃的，我觉得现在80%都是吃的。skr 到土味情话了。感觉分团大师最好的应该就是优糖了吧，从总选成绩来看是这样的。对，是这样的。哇，你手机墙纸是活的艾莉，是会动的艾莉。优糖小偶像都很有钱，优糖地库停的是小偶像的车啊啊啊！难道我生活的是假生活中心吗？我觉得大家好像都很穷的样子，四处借钱。哼，
所以你得宠着我。好的好的好的，是你吃的多了还是工资低了？不是我膨胀了，我就是因为我膨胀了，所以觉得我应该多吃点好吃的东西才配得上我小偶像，就什么光荣的小偶像的身份，所以我点的外卖都很贵很贵很贵，归根结底的原因是我膨胀了啊。这样说话会被表吗？我体重是90啊，一般是90，然后浮动会在2-3斤之内。嗯，我没有到100，到100的话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就是我们反正我们优糖的小偶像100是一个界限，对，是一个界限，是这样的。我膨胀了，可是工资没膨胀。嗯，我希望我的工资跟我一样，一起来变成一个胖子。艾丽好瘦好羡慕，还好，一般般，哈哈，努力上班，争取以后能为优糖做些什么。哇，开心，努力上班，然后争取多来优糖看看我。保持体重的诀窍吗？有啊，多吃外卖，然后就会变重。嗯，逗你的会更宠你的，不要宠我会膨胀的。哇，伴随偶像都一起膨胀吗？其实我不膨胀的，是我越来越吃，越来越爱吃外卖了。代言外卖软件不是梦，可以免送，免外送。好吧，对 ，TT 好瘦的 ，TT 好瘦，我不行，我瘦不到那个程度。你猜我的心在哪里？在你那里哇，高人，我记得说你体重90上下，浮动100斤啊啊，我哪有？那我胳膊就变成莲藕了，就那样一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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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跳一下，整个公演舞台都在颤，那我必须得站 C 了，因为站 C 才不会打到别人。天哪，只有那么胖才可以站 C 吗？不要不要不要，你现在在打他。有故事，为什么礼物送不出？可能是鸡腿数值不够吗？还是系统出问题了？对，婷婷那样还是得胖一点好，就总喜欢看婷婷本人太瘦了，真的太瘦了，让人心疼。婷婷瘦还是佳爱瘦？他们两个都很瘦，太瘦了，真的都太瘦了。对，90，我就打算保持在90。莲藕可还行，哎，44，十是十，40是40，14是14，40不是14，14不是40。对，米其林，嗯，不要变成米其林。一个人的夜，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鸡腿够了，不是显示送礼成员错误，就是礼物情报错，应该是系统问题。啊，谢谢。我的黄腿肌肉大喊，你说的太对了，对的，就婷婷就应该多吃饭，就应该多吃饭，把身体养好啊！真是看到他本人都担心，真的跳舞的时候，不是就总选的时候，那个串烧其实很多都是有力度的舞嘛，看着他跳舞彩排的时候都担心，就是他细胳膊细腿的，看着就心惊胆颤的那种感觉。100斤，他说我上下浮动100斤，本来就。那就要200斤了，我这个身高200斤就真的变成莲藕了。冬天穿多点就100斤哦，也对哦。礼物我可以送呀，哇，这么甜的吗？喷了你一脸口水沫子，好吧。婷婷立的 flag 并没有成功到90斤 ，flag 其实就是用来打破的 ，flag 是没有用的。我见过80斤，1.60米，看起来真的吓人。对啊，真的吓人，太瘦了，真的，真的不好，真的不好。佳爱比婷婷，哦，婷婷比佳爱高点，所以重点。哦，是的，送不出礼物的小粉丝哭哭。啊，好吧，没有事情的，没有事情的。哎，这是什么？哇，虫之诗。哎，你们听过萧音姐版的虫之诗吗？就萧音姐把这版唱的特别的女人。就我出道前，以前还有预备生公演的时候，我的 unit 不是声唱虫之诗嘛，然后当时我听了很多个前辈版本的虫之诗，我发现就是萧音姐唱的真的好女人，我从虫之诗里面听到了一种女人的感觉，女人味儿。送不出礼物的小粉丝苦苦还在努力，哎呀，没有关系啦。我只有说范式偶像的话，应该也会慢慢变成82的，可是我好喜欢吃外卖啊。好像听过虫之死，没有，萧音姐唱的很好听。在尘土当中呐喊，微笑的声音，汗水和眼泪慢慢筑起来的风景，像是一部电影。 S2 都很有女人味，社会的啊，好吧，因为句句发不出礼物，爱丽丝少了一个亿啊啊，
问我，我觉得婷婷的虫之诗好不好听？婷婷的虫之诗认真的回答，唱的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对，而且婷婷她唱歌技术一直在进步啊，就对婷婷就是不能对她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以前。就她不管是去年生日会的小半，还是今年的靠近一点点，都唱的就越来越好听了呀。这是一种进步，我觉得婷婷很快就能实现梦想了，真的。啊，你只有韩剧打游戏，好的好的。啊，好吧，你居然说婷婷前辈的《少女的巴别塔》评价消音，少数能演绎成熟曲风的演员，对，很厉害啊。嗯，段奕璇前辈的我也听过，对，消音姐的女人我，我学不来，我真的学不来，她好性感的，粉丝滤镜了解一下，非要。发不出礼物是你送太多了吗？嗯，情商高不是，这是我的真实感受。因为以前会有一些黑子就黑婷婷，说什么唱歌难听啊什么什么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盯着人家以前看，人家的进步明明就是飞速的嘛，是吧？光年之外，什么小夜曲就要开拍了？哦，我知道，好像是有婷婷有小四是吗？我是不是记错？我没记错，应该是有这些，我知道。やぶえらさん、寒い、classify、rich night。我是最漂亮的女人啊！最漂亮的女人？难道外放吗？上次看直播外放结果啊？啊！死亡歌姬，不知道。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黑化肥发灰会挥发，灰化肥挥发会发黑，黑化肥。啊，婷婷是女一，好棒！对对对，就是我印象中就是婷婷和小四前辈。送不了礼物就算，弹幕都发不了啊！系统针对你，要不你就是退出一下再进来试一试。那婷婷是多才多艺的呀。女人可还行，那个单词人心哪变成二哥人心哪，就是女人的意思啊。这些鸡腿我记下，下次艾丽直播我再送好了。好的呀，就可以等下一次。哦，不知不觉我已经开了1:12了。不对啊，弹幕发不了，怎么能看见他的弹幕的？哦，也是哦，也就是说你弹幕其实还是发出去了啊。谢谢。对 ，River 之前我们会跳。但是这是好久之前，当时没出道的时候学的 River， 学了一整首。但现在什么队形啊什么，大家出道以后学的歌太多了，都已经忘掉了。汪汪汪汪，为什么要学狗叫？弟弟仔已经好久都不直播了。唉，婷婷他自己开的直播，一个手都能数得过来好吗？他自己开的直播有5次吗？有吗？唉，心里苦。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婷婷开直播的时候，我激动的要死掉了。那时候我还没有进团，我还没有报名 SNH， 就是她拍那个什么，那个小公主，就那个什么来着，素手遮天的时候，她开的应该是人生中第一次直播，也不是人生中，就是她开的是她入团以来第一次直播。当时我真的好兴奋，我就看着婷婷穿着那个蓝白条纹的衣服，她开了多久我就看了有多久，当时感觉好幸福。啊，谢谢，普通弹幕可以发哦。高兴了，所以啊，3次，婷婷非常忙，是啊，对 ，TOP 就是太忙了，所以就没有空。小夜曲制作混进了北山改苏爱佳啊啊，啊哇，苏爱佳这个名字，哇晒2次还是4次来着？3次，是的，而且都是红色要求的，嗯，对，婷婷嗑瓜子，真的好看，对吧？你也一样是吧？就太激动了，公司要求的，我们现在也好幸福。室友让我告诉我那次婷婷把她撩死。对啊，婷婷就跳性感风的舞蹈啊，好撩的，听听就好，心疼艾莉啊啊，我读出来了，我错了，特别要保持神秘感。今年 Kiki 跨年直播，哦，这个我好像也有印象，当时还有什么就是什么 Kiki 什么，还有不知道哎，之后什么孔婷啊。好吧，好像偏离主题了。对，我记得当时好像走向是这个样子的。婷婷开一次直播关注能达到几万？对啊，因为是 TOP， 婷婷家粉丝很多的。如果婷婷直播有艾丽开这么频繁的话，哦，惶恐，我忘了，对，惶恐，我错了。
你连错过直播都会习惯啊。黄推在线讨论，哦，不行，对，不行，我要谨记，我现在是一个成员，对，我是一个成员。好，咱们现在开始进行成员开直播和电台的正确流程吧。咱们不能一聊嗨了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对，就是成员瓜很多，这激流之战重填词我不喜欢，我们换一个，啊，燃烧的路吧。我一直觉得《燃烧的路》这首歌，嗯，有种说不出来的好听，嗯。我的身份不就是黄推打进四八系的卧底吗？那大家好多都是卧底呢，而且据说小黄推都会变成 ACE， 也就是说我熬呀熬呀熬呀熬，我总能熬成队里的 ACE 的。纯元瓜是什么？纯元瓜就是说的是，就是虽然是成员是后辈，但是却是推前辈的，嗯，这个就是纯元瓜，不是骂人的话。啊，这个弹幕我不敢读，不敢读。TT 出现在 Kiki 的直播里啊，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是当时看的什么，好像是一个微博直播，他俩在直播。艾莉认识几个成员瓜，其实大部分成员就是每期进来的都会有一两个成员瓜的。对，我的队友有推小鞠前辈的，然后有推神喵前辈的，然后有推赵月前辈的，然后还有推谁的，还有推谁我不太清楚了，大部分都是，哦，好吧，推 N 的真的好多哦。Nancy 很好听，自从婷婷跳了以后，哦，就是那首中泰的歌对吧，什么什么不满足于什么只做朋友，什么不只是想做朋友，哎，那个歌词是什么来着我忘了。哦，歪歪叉是推北哥的，YYX 是推北哥，但是 YYX 刚开始推的是小鞠前辈，后来他是推北哥的啊，大部分都是推艾丽前辈的啊，是吗？我可以听一下，我当时看了，我当时那个婷婷那个生日会我看了，但是我没有看过中泰的那个什么 Fiona 那个公演，我听说过，但是我没看过。严啊严，以后就有艾丽的小迷妹进团了，真的吗？那要等好久呢。元恩是初心，对啊，就大家基本上都是嗯，元恩初心，不得不说恩队真的很厉害。人生甜，嘿嘿嘿嘿，哇，已经1:17了，我们大概要开多久呢？现在9:30，你们会考虑睡觉吗？初心 S 应该是支柱化作樱花树，无尽旋转，这些歌应该是 S 那边翻的比较多的。哎，当时还有一个关于什么车，什么车车的什么战队的那个 MV， 那个是哪首歌的来着？我忘了。那么早不睡觉的，好吧，今天晚上再困也不睡，为什么？现在对话还在，只剩 S2 了啊！哦，你是 S 喵，哦，差不多。初心是 Sir， 二心艾丽，好吧。初心依然是小鸡，还在等飞机回去上学啊！你在候机啊？候机的话，它时间都不固定的，不知道有时候会延，就是往后延好长好长时间的。你说呢？我今天晚上，嗯，虽然我知道我的 flag 没有什么用，但是我今天晚上起码现在我是没有打算要开直播的，对，所以那么，只有单推小鞠，哦，初心小鞠单推婷婷，婷鞠就很棒啊。虽然我现在磕蛋黄，但是那是几选，四选吗？四选之后我是磕婷鞠的，然后五选前我入坑了蛋黄，对，
换一首我听过的。哦，初恋你好真可怕，换一首。来听一首色气的歌啊，三选科嘛。嗯，我忘了，可是我印象中我是四选科的听剧，我忘了。时间截止，快被气死了啊！为什么？听剧最棒了。我会是说是被耳弟安利过来的吗？啊，耳弟安利过来什么什么的，耳弟安利过来看停区，不是吧？你去玩恋爱四八，好的，四居停居啊，四居这个是，嗯，那个应该是，应该算是，嗯，当时不是不可说和四居比较多嘛？赛车那个是生命之风哦，我当时看过那个 MV， 两次都有糖。对对对，就是那我就是四选的时候。对，背景也太假，这是一个人吗？我就长这样啊，这是我的公司照啊，我的公司照，我本人就长这样啊，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怀疑我的长相的话，我建议你来一次优糖，或者就是来优糖看一次我的公演，或者是来一次我的握手会啊。见过我本人的人应该知道，我就长这个样子啊，甚至比这个样子好看呀。啊，不是吗？应该是这样的吧。啊啊，我恋爱四八也好久没打卡了。司机真的，你也没认出来啊啊！司机可怜不可怜啊啊！本人更好看，本人不这样，本人是仙女。我觉得我应该比我的公司照好看，我感觉是。司机就像一部电视剧似的，其实四剧我没有怎么关注，因为这两个都不是我的推，所以我当时只是略带着看了一看。马上要去北京，有机会来看看艾丽。好的呀，那就来看看我呗。啊，我左上角的我和我这个真的很不像吗？反正当时很多人说我拍的出版公司照没有我本人好看，就是我的朋友看了我的照片以后都说没有我本人好看。但是我当时接受了我的出版公司照，我比较不接受的是我第二本公司照，那个是真的难看，对吧？我也觉得我好看的，我是好看的，我要相信我是好看的，那必须是本人超好看。对的，我也是这么想的。哦，我现在已经开了1小时22分钟了，全团 CP 都吃了，哇，你厉害。风尚参加吗？风尚不参加，公司没有让我去。刚刚去翻了我的微博，对啊，我也觉得本人好看啊，本人好看的。ML 田文，SJ 现实不可说是偶像剧，好吧，好吧。对，我本来是因为我自己不能参加风尚，我还有点难过来着。后来我看到名单出来，我发现婷婷也没有参加，我就想着啊，那有一种就是。有一种反正我的腿也不在的感觉，那我去不去也没有什么了的感觉。对，就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瞬间就释怀了，就开心了，就感觉啊，我和我的小偶像一样，他没有去，我也没有去啊，我们真有默契。对，是这样。他们风扇，我去水立方的水上乐园。哦，也对，太真实了。对，他是要拍戏的吗？那个是要拍戏的。所以就是不去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们可以下次，或者下下次，或者下下下次，不着急。这就不像啊，还到不了讨论难看好看那步啊。可是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这个问题可能需要跟摄影师和修图哥哥讨论。嗯，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可以就是。看我比较像我第一版公司照，还是比较像我现在这版公司照。嗯，我觉得看看本人的话会好一点。嗯，看看本人的话就有一个评判嘛，对吗？总有机会的。对，离你们学校超近啊，水立方吗？去水立方拍水球那不行，那得公司给机会。想看艾丽水球，那也得看公司
给不给机会啊，就是万一这次公司不给封上也不给水浊，那我们就都看不到了嘛。哇，大 IP， 哇，好厉害，好棒啊。好的好的，再见，下次再聊，拜拜。公司叫很少有人能 hold 住的，那就没有办法。其实我觉得我们优糖这一整版好像大家拍的公司照还都不错，可能是换了一个修图师姐姐，就以前是个修图师哥哥，现在换成了一个修图师姐姐，然后大家就都变好看了。艾丽的已经很好看，起码很接近真人，很接近真人。对，我还在电台，但是我可能一会儿要关了，公司舍得花钱了。还好，其实当时刚拍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拍的还不错。嗯。哇，禁忌的爱，为什么总是禁忌的爱？黑天使，黑天使好听。小树的公司照，早点休息。对，大家考不考虑早点休息？就比如现在就睡觉什么的。对于这个电台，大家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想听的，或者是还有什么比较眷恋的吗？黑天鹅也好听，对，黑天鹅好听，而且舞蹈好看。想听你舔我。好，晚安，拜拜。我曾经彷徨，走下了车站，却一脸迷茫，充斥着你的呼喊，现实如此残酷混乱，好像只剩一片我要伸出的灯海。想听艾丽唱歌，我封面都不给人家昵称打个码，那个是我在网上找的一个图片，而且你是杠精吗？你每发一次言，你都在挑我的刺，这样当粉丝是不是不太好？就老有粉丝教小偶像做人，那小偶像可不可以教粉丝做人？大家互相换个角度思考一下嘛，对吧？你就不考虑早点休息了，国庆上来考试，哇，那可是你要考试的话不应该要早点休息吗？黑天使，为什么再也听不到黑天使？黑天使是海那边的歌吗？唱几首歌再关吧，你们对我的声音还没有听腻吗？艾丽唱歌好好听，对，谁又叫做人？是上面一个说，就是一个没有关系，一个奇奇怪怪的人，没有关系的，他应该也不是我的饭吧？对，他应该不是我的饭，所以也没有关系，不叫做人，叫做人过分了。听不腻，想你，想你，好听的声音怎么会听腻呢？可是我觉得我的声音就很普通，很平常，很大众啊。小女孩的声音不都是这样的吗？先睡了，先睡了。好的，晚安，早点休息。小偶像，快来教我做人。我觉得你做人做得很棒，很喜欢。对，就是这样。好了，有人叫瓜子铃铛晨曦板凳铁门，安心做个兽啊啊！让我想想，我们优糖有包子，有芝麻，有铁扣，有什么？有布丁，有鸭鸭，有猪肉，有鱼丸，有多肉，就对，还有粥粥，还有，反正我们优糖吃的也很多。烧鹅，哦对，还有牛奶，在赶声乐作业，听我好听的声音。我们食堂有包子、芝麻、布丁、鸭鸭、猪肉、鱼丸，有备用粮食段烧鹅。普通家庭马化腾，毁创阿里杰克马，声音平凡高人啊，我觉得很正常啊。对，就是邻家女孩，小家碧玉。还有艾丽糖，我的名字其实是没有什么什么哦，对，我们还有糖豆，我们还有糖豆，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什么？我们好像没有了吧？还有吗？还有吗？我忘了。不是，我是在想悠唐，悠唐的食堂昵称。爱心什么鬼啊？反正我不推那些，心里有爱丽就行。耶、真棒！哇，玄铃木！哇，玄铃木！虽然玄铃木不是我的初心，但是这首歌真好听。你们食堂好吃的真多，羡慕。可以舔你一下吗？好呀，舔你。其实玄铃木我只听过副歌，还是那年我看三选的时候，就只要是 H 队的人有名次就会放玄铃木，好像是这样的。爱推好甜，嘿，很欢快的一首歌。对，就是看总选的时候，就那种每一个人上去的时候，他们的对歌放出来那一刻，你会觉得很感动，真的会很感动。重复着相同的频道，坐在着你说的轨道，其实我一直想听到，呼唤我名字每一秒。那是舔屏啊，舔屏吗？你又飞来了，好的。是什么理由？我好想知道。梦醒的时分很奇妙，胸口留下一问号，莫名的悲伤开始。哦，开始笑。对，调调是这样的。下次机长不跑，我不走，会被打吧？都是饭随偶像嘛，怎么都那么甜，你都 hold 着。那大概就是饭随偶像吧，就大家都很甜，甜甜的。原来去没有多少人了，嗯，也是。原来去三期嘛，就一级的一级，走的走，然后出国的出国，就没有什么人了嘛。光之轨迹，我问我蛋黄甜不甜？我是蛋黄给你，问我蛋黄甜不甜？你这个人哦，呵呵，去叫台风来，注意 ID。哦，他刚刚好像来过，想再听一遍《初日》，就是提到自己伤感的，就是提到就以前自己是个队退的话，提到自己以前的队就会觉得。嗯，很难过，就跟我当时重组的时候，就重组歌的时候，当时我是已经进团，但是我没出道。我们就是成员嘛，都在那个电视机前面看大重组，然后看完的时候，整个心情真的很崩溃，真的很崩溃。蛋黄是佳爱和婷婷，哎，为什么是蛋黄蛋在前？也就是说，啊，可是我觉得应该反过来。我觉得应该是反过来的，嗯，佳爱太傻了，佳爱前辈好温柔的，佳爱前辈好温柔，是你，组歌的时候你已经不看上海了，就是为什么首年是蛋呢？我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太早期我就没有入坑了。重组的时候真的放不下去。对啊，佳爱的才华在音乐，佳爱那叫什么？那叫佳爱。好吧。阿芬，曾经有一段我也很喜欢鹿皇，但后来就转了嘛。艾莉超可爱，不推都不行啊！你被叫过来了，应该是某人的昵称啊。是我说婷婷喜欢可爱的女孩子，这么可爱婷婷一定会喜欢的。那就等待我什么时候我有勇气了，等我不怂了，等我觉得我已经可以就是爬到一个稍微能跟前辈搭上话的高度的时候，我就去怂怂的要一个合照什么的。骚浪是什么？我不是黄凹，只是我都会稍微看一看，但是我心里有那个谱。段奕璇前辈多厉害啊！就是我至少要努力，就是努力到在北京能看到我的时候，然后才能敢去跟婷婷前辈说一些话吧，是吧？没关系，大家都犯婷婷犯这么久了。
言系偶像大家都了解的啦。无敌破坏王，哦对，我想看无敌破坏王。我昨天之所以想重新看一遍迪士尼六公主，就是因为我看到无敌破坏王就那个片段，我就想看。哦也对，婷婷的可爱的女孩子不演了，所以没有关系。有人作为后宫而存在是什么？这是什么歌？为什么听着这么耳熟？梦之河吗？哦不是，哦，流着泪微笑。无敌破坏王看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但是我没有看过。我想看，我感觉好像很可爱很搞笑的样子。对，我想看。哦，我已经开了1小时30分钟了，咱们要关掉吗？就是已经1小时35分钟了，咱们要不先关掉吧，就现在大家可以准备洗漱一下然后睡觉觉了，你们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很棒？养育五六七的后宫，这个我不知道啊。室友说我太甜了要入坑了啊，感谢感谢，没关系啊，明天可能还会有的，如果这几天都比较闲，因为这几天没有工作嘛，就可以多开一点直播什么的。第一个想到端玄前辈洗漱，那咱们可以先躺上床嘛，咱们先躺上床酝酿一下睡意，然后等到要困的时候去洗漱，对吧？那就先这样，我也不说晚安了，反正知道你们都不会睡觉，那咱们就洗漱愉快，或者是床上玩手机愉快，是吧？啊，不直播洗漱了，不直播洗漱了。好，大家都早点睡，早点睡，我要关了，拜拜，拜拜，拜拜。Sparkling night, 拜拜。